别生气了，慧美。我知道这次是我错了，你说我也是为我好。我平时太野了，没有规矩。要不是我这次冒失，那两个兄弟也不会白白丢了命。 这个祸我得扛。以前我做梦总想着把榆树镇的小鬼子都灭了，给乡亲们报了仇，我就去那边找他们去。 现在不这么想了，仇得报，我更得好好活着。有些话一直憋在心里，想跟你说。 认识你。 就有了奔头，我更得好好活着。每次你数落我，说我，我心里真的很暖和，也不知道咋回事，还挺舒坦的。 向你起誓，往后我做事儿一准多过脑子，就是我死，也不能让其他兄弟丢了命。不许胡说，谁都不许死，听见没有？等赶走鬼子，我们还得。 还得啥呀？跟你没完。那我回去了。 回来，黄大队长，哟，谭科长，我一猜你肯定会马上到，谁让你这儿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啊？ 一接到你们的报告，司令员就下令，让我立刻赶到你们这儿来。怎么样，审讯过日军飞行员了没？有没有了解到一些有价值的新情况？坐下说。好。这名飞行员名叫山田，隶属于日军山崎师团航空联队。他是日军派遣军驻华北司令部山田将军唯一的儿子。山田的儿子？消息可靠吗？ 他自己不承认，不过他越不承认，就越证明他就是。这就对了，难怪敌人这次如此的兴师动众，就连松田都跑到了榆树镇，亲自坐镇指挥搜救。分区首长指示，立刻押解回分区，由分区审讯。你们立刻组建一个小分队，负责这次的。
押解任务。谭科长，大队长，这个道我熟，要不就让我去执行吧。那行，那就由王副大队长亲自带队，你挑些精干的人员执行这次任务。记住，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日军现在正在拼了命地搜救这个山田。是，海涛，就带上天柱他们四位，他们对周边的环境会比较熟悉。另外，请常惠美一同前往，他通晓日语，便于和山田沟通。你说的这个常惠美，就是你介绍的那个大学同学？对，常久宽的女儿。是，我们近期上报给分区的重要消息，很多都是由他提供的，包括榆树镇的情报站，得到了他很大的支持。好吧，哎，王副大队长，一定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是，去准备吧，随时待命出发。好。情况来判断，山田真威已经负下，他自己一个人不可能走得太远，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落在了八路军的手里。这个方向是榆树镇，这个方向是磨盘岭，沿途都有皇军设置的据点，八路军不可能出现，唯一的可能，潘三，太君，这是什么地方？回太君，这儿就出了榆树镇了，离小张庄不远了。哟西，小张庄。すぐ連隊長に報告しろ。はい。パンサー、お出番に。あ。大人。这里距离小镇庄大概多远？不太远。好，迅速行动，马上向小镇庄出发。啊，走了。王队长，你看，从我们这儿到分区就两条路，南线是大路，路好走，沿途呢有我们的交通站，但是要路过铁壶口和龙王庙两个鬼子的据点。北线是山路小道，路途远，相对而言是安全些。你看，山田失踪，鬼子一定会派出部队多方查找，沿线据点也会加强戒备。走南线太危险了，还是走北线吧。好，走北线。大队长，队伍集合完毕，随时可以出发。王副队长，我跟方队长商量好了，为了安全起见，你们还是走北线。记住，遇到鬼子，尽量避免正面交火，绝不可恋战。是。终于能杀鬼子了，也不知道这回去哪儿。这不嘛，服从命令，听指挥，交干啥咱就干啥。嗯。水和干粮都带上了，肯定是道道不尽。行了，别扯了，大队长来了。
哎，咋还带了那个鬼子呢？服从命令，听指挥。姐，我来。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啊？对啊。太好了。这一次派给你们的任务，是押送日军战俘安全到达分区。一路上，由黄副大队长指挥。都听好了，杨天柱、祥子、马二龙，三名同志负责带路和警戒；王大兴负责俘虏治疗；王金山、孙富有、吴茂才、孔二柱四名同志负责押解俘虏。是是。常姐负责翻译工作。大家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好。杨天柱，你怎么了？不就是为了押一小鬼子去别的地方吗？用不着这么多人，我们四个就是抬也把他抬过去了。对，我们有的是劲儿。这一次的任务非常重要，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也是对你们的考验，尤其是你杨天柱，必须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明白了吗？明白了吗？明白了。惠美，嗯，这一路会很辛苦，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放心，能为抗日出力，能和你们并肩作战，我实在是太兴奋了。我可不是什么焦小姐，现在你是战场上一名战士，还是一名特殊的战士。嗯，你答应我的事儿可别忘了。好，到了分区记得把我的信交给罗政委。好。出发。是，全体出发。姐，跟我走，走。小乡长，亀田少佐に小庄庄あたりを探せと、石川少佐に現場を中心に範囲拡大しろと。はい。気をつけ。少佐閣下、修復完了しました。大佐が捜索範囲を拡大しろと。必ず吸収せよ。1隊、2隊、3隊、それぞれ北、西北と東北に向かって捜査しろ。何かあれば私に報告だ。はい。左に回れ。出発。刚刚收到榆树镇情报站的报告，说渡边联队已经派出两支队伍在磨盘岭天台峰一带搜索。这个山田将军唯一的儿子失踪了，而且他手里掌握着核心机密。嗯，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肯定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呢，你们一定要加强防范，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明白。我现在赶到榆树镇去，当面向孙勇交代一下情报站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难得谭科长百忙之中还光顾我这儿。咱们整个军分区啊，现在除了反扫荡、扩大根据地，所有的重点全都盯在这个榆树镇上。你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有分区领导的支持和关怀，还有谭科长大力协助，我一定完成好任务。好，王队长，别送了。保重，保重。小田，走。
是个的呀。他说什么？他要小便。你们两个带他去那边。是是，副队长，我也要尿尿。杨天柱，杨天柱，你去那边。我不去了。前进，出发！站住！马总辛苦啊，身份证。泰国来的，啊，是，来这干嘛？想着在榆树镇呢开个分号，过来看看行情。他是干什么的？啊，他是我伙计。好。桂美，你帮我跟这日本畜生说，他不用这样。我们方大队长说过，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你就是想死，
我都会让你好好活着。山田さん、熱くならないで。保証したはずよ。傷つけないって。だから信じて。李队长你好，首先我代表八路军分区感谢李队长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谭科长，久仰久仰，您不必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快，李队长请坐。哎，我这次来啊是想了解一下松田此次来榆树镇除了指挥搜救日军的飞行员山田，还有什么其他的重要目的？松田这次来呢，他还命令渡边迅速组建一支快速机动部队，这支机动部队呢可以随时出动，用来防备贵军对他们驻守的无人区的据点，特别是核心区末班令的袭击。你谈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没错，他们这支机动部队呢装备了汽车、装甲车还有重型武器，将会对你们将来的行动产生很大的威胁。谢谢你李队长。另外呢，我也有一事想向长官当面讨教。李队长不必客气，有话直说。哎，不知道贵军对像我这样的人如何看待？想必吕队长对我党我军的抗战政策是有所了解的吧？我们的政策是一贯的，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早一天将日寇赶出我们国土去，让我们的人民不再受奴役。这当中当然包括你李队长、常大队长和你们的部署。对你和常大队长的情况呢，我们也掌握了一些，特别是通过这段时间，你与我方的情报人员多次联络，并协助我们开展工作。我们以市李队长为八路军的朋友了。谢谢你们还能看得起我，还能把我李英杰当朋友。说真心话，我是真的想马上脱掉这身皮，带着我的那帮兄弟们加入你们八路军，就像当年我在29军一样，带着弟兄们跟小鬼子血战到底，就算是拼上这条性命也在所不惜。好，李队长的一腔热血和杀敌报国的勇气我非常的敬佩，不过就当前的形势来看，你留在现在的位置上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你说呢？请李队长放心，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将非常的欢迎李队长、常大队长及其你们的部署参加我们的八路军，我们一同并肩战斗，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队长，队长，这路好像不对呀！来来来，没有，赶路走。是。快点，快点。慢路。跟上。赶路走。刘队长。少佐，恁叫啊！按照地图的标识，应该在左边。报告少佐，这一带的地形还不太熟悉啊。少佐，要不然恁和大部队先稍作休息，我现在马上带入人到前面去勘察路况。那刘队长，你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我大兵队，
虐待的哦，虐待。大队长，咱们在哪儿歇脚？没事，我能行。歇会儿去，歇会儿。姐，水壶我来。不用了，我。同志们，再坚持一下，前面就是七道沟，今晚上咱们在那儿宿营。走，听我来。走去，走。你俩搁这等我，我到前面去看看。队长，我们两个跟您一块儿去吧。哎，那些废话，叫您搁这等着，就搁这等着。是。别动！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还问一下。您是不是房大队长的部下？你什么人？我是榆树镇黄协军小队长刘树根。赶快通知房大队长啊，都说鬼天带着50名日军还有30名黄协军奔这儿来了，叫他赶紧组织撤离啊。哎，赶紧去啊，再晚都来不及了。凭什么信你？咦，在刘树沟我到过这儿，被恁抓过，认识房大队长，赶紧去吧。是有这么个事儿，记得当时被咱大队长教育后给放了。对对对，都是俺，都是俺，赶紧去吧，兄弟，别硬整了，快！你们几个在这守着，我回去报告。是是。天柱，你带着大家在这儿先等一下，我下村子去看一看，如果没什么情况，我再上门叫你们。副大队长，还是让祥子跟你一块儿去吧。好，祥子，跟我走。祥子，有啥情况？房号。咕咕。祥子，走。二龙，哎，看，看着点那畜生。好。谁啊？牛叔，是我。谁？牛叔，是我。哦，黄队长，嘿，你咋来了？你干啥呢？我们今天啊路过这里，村口啊还有几名队员，今天晚上想在你这儿借宿一下。行行行，快进来，快进来。不着急，我先把队员招呼过来。好。主要注意这两个地区。报告大队长。外围警戒哨兵报告来说，榆树镇黄协军刘树根小队长告诉他们，有50名鬼子和30名二鬼子正奔咱们这儿来了。刘树根人呢？他先回去了，让咱们赶紧撤离。马上命令3中队组织群众向村西转移，1、2中队在村东口监视日军，准备战斗。是，动作迅速，快啊！报告少佐，前方5里地发现一座普通的山村，我已经派人打探过来，没有发现啥异常啊。刘队长，八路军大大的讲话，我们要仔细搜查，占领村庄。是。
黄队长，您这是干嘛呢？还弄了一个日本人。我们这次任务非常重要，你最近这日子还过得去吧？哎，凑合着过吧，没死还出着这口气儿就行了。这不是日本人又在这儿征粮抓差，弄得全村的老百姓都跑了，就剩下我们几个老家伙了。大叔，啊，那平时你们也自己生火做饭呀？哪有粮食啊？这不是你们来了，我把藏着的那点粮食，给你们弄点，让大伙吃点。大叔，你别做了，赶紧把火给灭了。为啥？哎，你们不吃饭吗？别让小鬼子发现了。大叔，哎，咋回事？你不说村里没人吗？我不知道啊，我。这儿有躲的地方吗？那儿有个柴火屋，你们赶紧去那儿躲一躲，弄点草，弄点草，哎，弄点草盖住。谁呀？我啊，六，开门。啊，来了来了，来来了，开门！我这走了一天了，我快饿死了，吃点东西。六儿啊，这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你还是上别处找点吃的吧。哎，你个老东西，你赶紧给我开门啊！我都看见你烟筒冒烟了。那是我病了，烧了点开水，我自己喝的。行啊，老东西，你不开门是吧？行，你给我等着。你个老东西，你快开门！谁开？你要什么？要干啥你啊？啊你啊！老东西，老东西，自个熬粥吃独食啊你？这是我病了，我熬了好几天的粥，我慢慢喝的。哎，你喝点喝点。哎，六儿，哎，你喝点。六儿，哎，咋这身打扮，混得不错呀？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啊！我急了，命都差点没了。哎，干啥就踏踏实实给人家干。是，我没事干了，来，给点钱。我哪儿还有钱啊，六？上次你不是把钱都拿走了，我一分也没了。行。哎，六，你要干啥？这家里啥也没有，就这点瓶瓶罐罐。哎呀，你别下饭了。哎，你干嘛？东西，哎呀，你还让不让我活啊你？是，哎，我就不信了我。哎呀，刘，哎，哎，哎，刘，刘，哎，刘，老东西，放开，放开！谁让你是我外甥？刘，钱我给你。啊，赶紧的，你给我拿来。哎，你给我留点，我还得看病呢我。哎，你让不让我活呀你？你回去吧。哎。大叔，啊，那小子谁呀？那是我一个远方外甥，是村里面一个地痞流氓，每天就在城里面混事儿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今天就突然回来了。田主，我看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咱们赶紧走。走。哎哎，不行不行，黄队长，你们可真走不了。现在天马上就黑了，这四处悬崖峭壁，你们路又不熟，
你说你们出了事儿怎么办？大叔，除了你家，还有别的住的地方吗？你啥意思啊？大叔，天柱的意思啊，你这儿已经不安全了，还有别的地方让我们歇脚吗？哦，有，现在村里面的人都跑了，村里是空的。走吧，我带你们去。你给我们找个越破的越好。行，走。捜査課が一隊が山道でこれを発見しました。これは航空空中連隊飛行士の航空時計だ。修理のに間違いない。大军，小六，你怎么还敢回来？小六发现了飞行员太君，就在七道沟，他们在老舅家，咱们得赶紧去啊，要不然来不及了。太君，情况属实吗？是属实，我亲眼所见，就在我表舅家。今すぐ七道沟へ出発。はい。兄弟，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如果黄军给了小钱，咱俩分啊！带到，赶紧带到。
带他去那边歇会儿。嗯，走起。